这个小鬼子，我是你个祖宗！给老子来把子弹捅开点，要么你放开我，咱俩趁着我干啥？来啊！小鬼子，哎，过来，过来，冲爷爷来，来了，来了，走开，来了，呸！你他妈敢吗？ 你很冷静，看样子你是他们的长官。我怎么听说你们中国特战队有四个人？另外一个人在哪儿？不会是死了吧？废话真多啊！你们枪里的子弹不够杀死我们三个吧？放心，我现在不会杀你们。你们中国特战队屡次骚扰我们军防区。 分开一天就不认识我了，还好，最后降落伞打开了。你小子命真大！哎，小杰，刚才那几个鬼子是你打死的吗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无声的。哎，齐哥，这美国佬这避弹衣可真不咋地啊！我这胸口跟给熊瞎子怼了一圈子，疼死我了。就透着乐吧。啊！要是没有这事情走，咱们见了阎王爷了。闭嘴！ 安上装备，找个安全的地方，重新休整。撤。是。人都跑了，肯定都让鬼子当老公给抓走了。今晚在这儿过夜，天亮了，赶往日军机场。队长，这地儿能安全吗？最危险的地方。 就最安全。没错，这一看鬼子就来过，肯定不会再来了。
戻りかか。特戦隊は人の方に逃げた。権太君、お前の特戦隊で奴らを見つけ出して締め殺せ。はい。老大，咱们弹药丢了，机场是炸不了了，估计这次任务瞎了。瞎什么瞎？丢了就丢了，等明天天亮，咱们再把它找回来嘛。天亮？大白天的，咱们在敌人的控制范围之内，就咱身上这点弹药，一旦遭遇鬼子，凶多吉少。收好了吗？哦，好了，好了。兄弟们，条件艰苦，好好的喝口白粥吧。这还叫凑合？这趟任务我们四个相当是与死了一回，现在还能喝上这碗粥，多不容易。哎，老罗，你说如果我们能够未卜先知，明天就死了，这最后一顿啊，你想吃啥？那肯定是你嫂子炒的辣子鸡丁了。又麻又辣，回味无穷。哎，这辈子吃不着了，就只能到那边，真见了你嫂子吃。我这没吃过，听着就香。七哥，你呢？都要死了还想着吃啊？有恩的报恩，有仇的报仇，剩下最后一分钟，跟心爱的姑娘说一句。下辈子还等着我。你听见没？这留过洋的就是不一样，这听着都那么痛快。什么叫痛快呀？那叫浪漫。哎，你呢？我估计我死的时候啊，还得跟我们老大在一块儿。我老大吃啥，我吃啥。老大，你想吃点啥？哎呀。可惜这院子里头没有养马啊，要不然你真该去拍拍马屁。马屁没拍着，拍马蹄子上了吧？我想是蟹壳黄。那是什么味儿的呀？好好喝你的粥吧，啊，人活着吃什么都行。喝完了早点休息。是。该换岗了，怎么不叫我？不困，你再睡会儿。从我认识你到今天，没见你睡过一个完整的觉。怎么，有心事儿？能有什么心事儿？从我们救出爱德华之后，其实我一直有意的想接近你，但我能感觉到你在刻意的跟我保持着距离。而且不仅仅是我，还有老罗和跟着你多年的上官。人与人之间保持点距离不是坏事，尤其像我这样的人，谁跟我走近了都没什么好结果。如果小白还活着，你还一直想着他。他那么年轻，如果不是跟了我，
他现在应该活得好好的。可我很少见你提起他。声音这种东西，当你失去了，没人知道的；没有失去，没人感到的。我们只能静静的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几乎不近人情的去容忍、接受他，直到我们自己离他越来越近，几乎被他吞没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坦然的面对。这大半夜的，又是生又是死的，这觉看来没法睡了。天快亮了，别赶岗，那咱们两个就一起值吧。